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宠物模拟器 X 啦，各位，我们又回来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老头准备要来开蛋蛋哦。啊，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呢？啊，我们上一次官方改版之后呢，又多出了一个小小的更新。哎，这个更新呢，其实还蛮突然的哦。好像是某一次的半夜突然更新出来的，就是我们这个 Tiki 蛋蛋了。那这个 Tiki 蛋蛋呢，各位应该有在玩的都知道嘛，每12个小时领一次嘛。哦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、哦。那它原本呢，一颗蛋的这个大虫哦，它抽到的几率是多少啊？1/1000的样子吧，好像是。哎，结果呢，某一次更新，它突然把这个大虫的几率改成 0.67% 的几率可以抽到。所以呢，这个抽到大虫的几率哦，就大幅提升了哦。感觉呢，老头现在身上的这一波蛋呢，应该可以至少出一只大虫也说不定。好，我们待会就来开这个蛋蛋。那老头呢，其实账号也蛮多的，大概有8个账号。所以呢，哦，就一直这样子重复的领，重复的领，每12个小时都不放过这样子，领了大概有113颗左右。那我现在身上有130颗，怎么来的呢？其中有10颗呢，是我们的 Y2 Pinking 哈、哦，他就是有赞助我10颗蛋蛋啊，我们感谢他啊，赞助了10颗给老头，所以老头又多了10颗，总共变成123颗。那最后的7颗怎么来的嘞？啊，老头去交易所拉的，所以呢就凑足了130颗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这130颗，老头就废话不多说了，马上来给他开起来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有没有机会抽到大虫呢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 0.6% 的几率呢非常的高哦，来试试看吧。 Go！ 有没有办法八发入一只？看来是没有的啊，好像有点难的样子呢。而且我发现这个蛋蛋抽了不会有广播耶、欸、啊，这个蛋蛋抽不会有广播，真假的？坏了还是怎样？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们130抽，130抽，好歹来一个吧。啊啊，这个我看一下、哦，他这个抽出来之后，他会是问号吗？啊，他没有广播，所以说这个抽出来，他会直接被删除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像被删掉了呢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这个蛋他抽出来的不是1X，所以会被删掉，是不是？哇，我直接16只都变不见了是吗？好吧，我都把它打开好了，好不好？先都把它打开，好不好？再来8颗，130抽至少一只大虫吧。哦，居然没有，都是这个花圈猫啊，这个是花圈猫吗？我来看一下，以后直接跑到后面来了。再来，今天就是要这样抽。哎呀，居然又没有啊！都已经变成 0.67% 了，还这么的难吗？来抽个3颗，3颗开起来啊！拜托让我中一只好吗？拜托，我要求不多，就中一只好了，可不可以呀、啊？可不可以呀、啊？而且这 0.67% 其实相较于什么你知道吗？相较于我们商城里面的这一只大虫、欸、对啊，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有在抽那商城转蛋大概都知道那种感觉吧。 0.67% 这样子呢，哎呀啊，又没有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数量越来越少了，我的心情逐渐母汤了，我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0.67 呀？哎呦，好爽！看到这个广播，特别的舒服啊！哎呀，可惜是一般的。我来看一下，哇，速度一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有中就好。啊，我们接下来呢，能不能中第二支呢？真不愧是 0.67%， 至少中一只了。我大概抽了20-30颗左右了吧，还是40-50颗有了，哎、欸，快没了。
其实这个消的还蛮快的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消的蛮快的，这个几率其实可以啊，啊，100颗左右会有一只期望值啦，大概150颗一只啊。如果你买150颗还没有一只的话呢，那就是真的挺倒霉的，我只能这么说，真的啦。而且这个掉好快哦，这个掉到226B 之前还有300-400B， 你知道吗？这个掉超快的。那我在想要不要把赶快把它卖掉，还是赶快卖一卖好了。这个只会跌不会涨，只会跌不会涨啊！三颗继续抽，哎呦，彩虹的啊！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大虫是彩虹呢？啊，我们如果大虫是彩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大虫是彩虹，该有多好啊！可惜不是你。再来冲啊！直接八颗部落说，总得有一只了吧？没有，太无情啦！太无情啦！真的太无情啦！其实也没有到很无情啊，我已经有中一只了，我心满意足了。不过我更贪心，我要第二只，我可以再贪心一下下就好了吗？第二只可不可以？虽然是没有什么成本啦、啊，就是时间成本挂机挂出来的蛋啦、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再给我第二只吧，再给我第二只吧，第二只开起来啊！哎呀，三颗抽起来。冲起来！没有继续转，再来，再一只就好了，求求你了，再一只就好了，求求你！哈哈哈哈！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剩下一点点了。嘟嘟嘟！冲啊！把抽抽起来！哎，我现在剩几颗？不知道，不管了。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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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剩几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我们再抽一颗。这颗抽完再来个八连抽。来个八连抽，来个八连抽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的波纹，是啊，哎呀，干了130颗，一只，哎，多了一个 Tiki 面具的呢，啊 ，Tiki 多米诺斯啊，后来才发现这都不是 HC 的。啊，该删了，该删了。好啦，之后再把它删掉好了。而且我现在发现好好笑，他的那个草裙是这样子哦、喔，这太好笑了吧！我的天啊，笑死了。好啦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再加码一下好不好？我的身上好像有很多小一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种的，通通把它给合掉好了，好像可以哟。哎、欸，有了吗？哦、有有有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没有嘞，吓死轮，我以为没有。这两颗呢？哇，这两颗，这一颗可以卖100多 B 哦。要不要赌那只章鱼啊？要赌章鱼吗？啊，要不要赌？其实我比较想要手工哎、欸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给它开下去了，我真的不想管了。开起来。再来一个手工啊，史莱姆啊，彩虹史莱姆，彩虹，彩虹史莱姆，彩虹，彩虹彩虹史莱姆，哦哦，超级团队 ，Oh my god， 哇，这个可以卖多少？还是我自己用啊？其实说实在，我彩虹的挺少的。而且又超级团队的挺少的，
再一颗，要不要留啊？哎呀，开始犹豫了，要不要留啊？啊，又大了，大了，手工，手工，闪光哥布林，我要闪光哥布林干嘛？请问一下，啊，就不能闪光加彩虹吗？这个是力量一，这个卖不掉吧？这个卖不掉吧？我觉得。这个闪光很难卖呢，算了，反正最起码我有一个超级团队彩虹，还蛮爽的。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啊，我们一样来抽五 B 给各位好了，各五位五 B， 这样行不行？啊，还是抽钻石给你们比较 OK 吧？那我们今天这影片的关键字呢，啊，其实也算蛮简单的啦，哎，也算蛮简单的，有认真看影片应该就可以答得出来哦，就是呢。老头，这130颗的蛋呢，有几颗是自己存的哦？排除老头去交易所买的哦，有几颗是自己存的？哎，这个很重要哦，不要数错哦。啊，只要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你的关键字、游戏 ID 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，啊，有成功通关的就有机会参加抽奖资格。然后也别忘记按下订阅跟小铃铛，还有喜欢。以及分享影片，让更多的亲朋好友知道，好不好？这样对老头来说呢，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哦。感谢各位收看啦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宠物模拟器再见，了，下集拜拜。